今天我请假，我不是发言人，我是花莲人。我今天要用花莲人的身份还有立场，告诉大家，明年我们一定要让赖清德做总统，好不好？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请托，就是在明年的1月13号，希望我们花莲县这么艰困的地方，我们要很多的突破。2020年，小英总统的得票率是66000票，得票是35.9%左右，还不到40%。我们希望明年赖副总统，我们在花莲的得票率能够突破40%，往50%来迈进，我们希望能够超过70000票。既然选择从政这一条，其实保护总统李萧外事的策略虽然就讲的就从政不甘心，必须要给咱民众一个答案。请大家和我做伙拍拼，还佫有7个月，大家做伙拍拼，和咱赖清德当选，和咱家己一个未来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，感谢。我们也祝福所有的乡亲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努力，我们支持我们的赖副总统当选，成为我们2020年后的总统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起打拼，一起做会判别，这不一样，好不好？各家各家各位，我拜托大家，我们一起听台湾，一起让成为我们荣耀花莲、荣耀台湾的队长，大家一起帮忙，谢谢大家，加油！我是花莲人，我选赖清德。我是花莲人，我选赖清德。这是授旗仪式，我们请我们的赖清德总统授旗给我们的陈瑞麟理事长。赖清德。在场各位嘉宾，所有的父老乡亲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当然，现在总统候选人有了，立法委员还没有公布嘛？啊，我们要不要来做个问卷？大家推荐谁来参选这次的立法委员？多少人的牺牲？
生贡献，我们才有办法走过那黑暗的年代，而到今天的民主自由的社会。我们都知道专制的痛苦，也知道自由民主的幸福，所以我们共同努力，我们绝对不放弃我们的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。大家说好不好？第三个，我坚持建设国家，发展经济，造福国人的决心永远不会改变。过去我有幸承蒙台南父老乡亲的栽培，担任国代，担任立委，也担任台南市市长。未来我所推动的建设，除了是国家重要的建设，我会特别解决各县市所面临的种种问题。在所有的候选人当中，我有中央的经验，也有地方执政的经验，我有能力推出重大国家建设，来推动国家进步以外，也能够带动各县市地方的发展。我未来会好好推动经济的发展。有道是被过诅咒，把爱情过翻动，经济的重要性我非常清楚。所以未来除了我们现在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科技产业，我们必须持续支持，给它持续壮大以外，我会特别关心中小企业、微型企业，让他们能够因应数位转型，还有经营转型。也就是说，为数160万的中小企业能够顺利挺过时代的考验，台湾的经济才有可能屹立不摇，社会才有可能安定。大家说对不对？我会痛下决心，也会拿出对策，打击黑金枪毒。建立一个和谐、安定、公益的社会，让年轻人可以看见希望，壮年人可以实现梦想。第四个，我会坚定地捍卫台湾人民，决定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。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，没有任何的国家可以决定，只有这块土地的主人2350万的人民才可以决定。第五个，我也会竭尽我所能，包括提升我们自己的国防力量，也跟民主阵营站在一起，稳定两岸的和平发展。大家赞成吗？第六点，台湾位处印赖地区的关键位置，台湾得不孤必有邻的，我们也必须发挥我们关键的力量。所以我要跟大家承诺，未来我会坚定的维持印太和平稳定的发展的决心，也不会改变。大家说好吗？未来我会站在第一线，协助未来花莲的发展。第一个就是持续推动 交通建设，不仅仅是要给花莲的父老乡亲一条平安回家的道路，也希望能够带动观光产业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。大家应该有注意到，蔡文总统上任之后，这7年来，光要给予我们花东父老乡亲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，做了多少工作？我跟大家报告，你看，
这个花工电气化已经完成了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在2019年间已经完成，现在正在推动花东铁路双轨化，456亿元的经费，行政院已经编列，也已经在推动。另外，我们再往啊宜兰这方面来看，苏花改已经完成了，花了551亿新台币，已经完成了。最近行政院又核定的另外一个计划，就是苏花安的计划，这个计划也要动用到350几亿的经费。目的何在？就是希望我们花莲的父老乡亲，你们希望一条平安回家的道路，政府责无旁贷，民进党执政一一来做。蔡英文总统领导之下，从林权院长、我当院长、苏贞昌院长，到现在林权院长，我们都逐步的推动。另外，我们如果再看南回的话，也是一样哦。南回公路88风灾破坏的已经修复完毕，南回铁路的电气化也已经顺利通车。换句话说，固然过去几十年，台湾的重大建设重视的是西部，但是蔡总统上任之后非常关心东部的发展，我们对东部未来的发展应该要有信心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但是我希望未来关于发动的交通建设要多增加两项，第一项就是花莲县境内的公共运输系统，因为你从外面来或是去到外面，这个固然非常重要，但是花莲县境内的交通运输系统也非常重要。我过去担任台南市市长，我有经验去处理这个问题。简单的讲，我们希望推动一套捷运化的公共运输系统，学习捷运的精神。台北的捷运是用捷运车厢，未来我们花莲县境内的交通运输系统，我们可以用公车，大家赞成吗？完全按照捷运的精神计划在规划。第二项交通建设是电信交通建设，5G 或是未来的6G 建设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未来5G 的时代，通讯便利才是王道。今天如果我们花莲的通讯非常便捷，不输给西部，甚至我们赢过西部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吸引各项产业来到花莲。特别是智慧化的时代，是软体制造、软体业需要软体设计的，这些人年轻人会到花莲来。未来我希望在花莲推动软体园区，欢迎年轻人来这边创业，带动花莲的发展。像日本有一些地方一样，年轻人离开，后来因为电讯系统的便利之后，都市的公司跑到偏远的地方来做软体设计的工作，反而带动地方的发展。花莲好山好水，环境这么的样的优美，我们应该要善用新时代的科技，让新时代的软体设计产业能够来到花莲，带动花莲的发展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大家说好不好？还有农业，还有农业。那农业的部分，我们政府有责任来帮忙建立冷链系统，同时也应该要来行销。我一直希望我们花东地区生产出来的农作物，农民辛辛苦苦的，政府有责任帮他行销，卖一个比较好的价钱，
要卖到哪里？日本可以，韩国可以，新加坡可以，周边的国家可以，但是我特别希望能够卖到 Okinawa 或者是石垣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距离最近，距离最近，我们船可以直接过去。大家赞成吗？大家赞成吗？第三个是我有一个更大的梦想，花莲的产业不仅仅是观光业、农业，或者是我刚刚说的软体设计业而已，我们应该要用艺术、文化、音乐、设计这些原住民朋友非常有的天分，南岛语族的文化来重新打造这个城市，大家说好吗？大家说好吗？我们一起加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最后，我要再次感谢大家，好，感谢大家，这场选举关乎到台湾未来的前途，不仅仅是我们后代子孙的生存发展，民主宪政体制的延续，也关心到印太的和平的稳定。这场选举其实是民主跟专制的选择，大家注意看一看，目前中美贸易冲突之后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，北韩不时发射飞弹，等经过南韩或者是进入到这个日本海的领域里面去。我们再看看中国不断的在进行军演，国际社会渐渐的已经分成两个阵营，一个就是民主的阵营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我们应该要坚定的守护民主的价值，绝对不向专制集权的集团去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大家说好不好？如何做选择？台湾的主权要站得稳，民主宪政的体制要维护得住，对未来的前途有信心、有计划推广的人，就是最好的候选人。赖清德，敬请大家支持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接受九二共识、一个中国原则的人。就是未来会逐渐走向统一的道路，这个我们绝对不能够支持。大家说是不是？大家说是不是？没有办法明言拒绝九二共识的人，都不值得我们信赖。这种状况之下，我敬请我们各位父老乡亲，我们大家一起来，为了台湾的前途，我们大家一起来，好不好？
我是左拉，感谢收看，欢迎订阅。